痛，这里痛，然后这也是内斜，然后左边低，右边高，然后这是粗到细，这个细到粗哈，那内斜的，啊，注意一下这个空间距离大约要7号哈，好，那请看这个空间距离，左边低，右边高，有没有看出来？这横画是细的哦，这个粗到细，这个空间两个会比较大一点啊，这个口内斜，口不要大啊，口要小，口要小。好，上面横画短，下面横画长，下面长的横画有粗细粗的变化啊。啊，左边比较短，右边比较长。你看左下面的写法不一样，这是三个点，那这下面是一个小字啊。嗯，所以说它左右两边都有变化。你看这里也是一样啊，上面比较长一点啊，这下面很小啊，这也是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是写成一个短撇，这是写成一个点。看出来不一样啊，空间距离取好，左边的点比较拉长啊。好，请看一下左边的这里很粗，好，这里是尖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短的，那下面的右边的竖钩比较长。好，请看一下这个空间距离啊，内斜内斜，这里凸出来，这里凸出来，这个口在二分，这个竖钩二分之一的上面。好。来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啊，这不碰到右边哈，这左边高，右边低，这粗到细，收到中间，收到中间啊，好，内斜的，都要内斜。好，看一下空间距离取好，好，这也是空间距离取好，这是外斜的，我们看到这横画拉长，有粗细粗的变化，这个内斜的要拿高一点。好，注意一下内斜的，这个空间距离取好，这也不碰到上面，好，这也是粗细粗，上面长。这个最长，好，这个是最短，这是次长啊。OK， 这个内斜要注意一下。来